跟女生出去吃饭只是为了讨论报告而已，可是我女友一直不相信啊，所以我才说单身比较好吧，自由自在。我觉得无数啊，都是很羡慕你，不用上班，家里又很有钱，不像我打工除了养她还要缴学费，每次我跟她出去不如就归零一次。唉，我不知道，或者这是命吧。哎，你放个垃圾啊，没关系啊，反正早早的他有自己做啊。这个可以讲算是真的可以的啊！对啊，超会，超白痴。林彦胜，这混蛋终于出现了！你忘记我们通知他写生吗？我跟你逃走哎，结果你上一班又爽约是怎样？班长，班长，我已经有跟教授说了。对，他跟我们讲说，叫我们这一代无交就可以了。好了好了，你不要生气了啦。我有跟你同伙都很烦哎。好啦，不然就今天下午四点再花单可以吗？可以啊。好，那我回座位喽。拜拜。给你画就好了啦，画东西无聊死。你很烦哎，跟你同桌很衰哎。我真的不懂哎，教堂四年都长那样子，有什么好画的、啊？东海大学第一地标当然是要画的啊，还有读东海国的，很多人都没有画过教堂，好不好？有人连教堂都不知道长怎样哎。不是每个人都像你。哎呀，画就好了，我没有那个艺术天分。真的很烂呢、欸。你干嘛乱丢垃圾啦？啊？没关系，草原这种平台，它像一个大平台。烦呢、欸，垃圾就像拿去垃圾桶丢啊。给我捡回来啊，垃圾就要丢垃圾桶啊！我要回去了啦。干嘛？不是要写生吗？画完了啦。是哦。很烦欸。拜拜。拜拜。
加加吗？哎、欸，加。妹妹辛苦了，这很重，我刚刚抬不动呢，你还在把我这样抬上来。没关系啊，一小段路而已。嗯，啊，谢谢你啊，来，阿姨这里是帮阿姨弄煮好吃的。啊，没关系，我等一下还有事情，可能要先走，不好意思。啊，阿姨的儿子哦，如果像你这么好就好了。哈，你有儿子哦？哦，对啊，他跟你一样大哦。啊，他为什么没有帮我忙啊？啊，他在外地读书啦。哦，这样哦。对啊，来啦，你这里吃饭。啊，没关系，我等一下还有事要先回去，我改天再来找阿姨玩。好，对，叫常常找阿姨。要喝酒了啦，要去 pub， 你们一定没去 pub 过吼。哦，好可惜哦，要不然我们来约别人。我是觉得无奈，要不然我也想跟你们去喝酒。扫兴。哦，算了。啊，熊。啊！你怎么乱丢垃圾啊？这妈妈扫的很辛苦哎、欸。你到底什么时候才离开这混地方啊？好啦，你再忍耐一下，过一阵子要搬出去了。妈，你每周叫我再忍耐一下。我们都已经在这住大半年了耶。这地方穷酸的跟什么样？你看这地方，湿气重的到连我都生病。我们再住这次就好了，原来家要整修啊。为什么要整修啊？这间家不是好好的吗？啊，我们要把房子弄得更漂亮、更精品，好像皇宫一样啊！皇宫，傻眼嘞！这边像什么地方？我们住的这边比马厩都不如，真是。哎呦，什么马厩？这已经很好啦、啊！你看旁边还有东海夜市，每当被盖的物件哦。说到东海夜市，为什么最近生活会变少？之前一个礼拜都是好几千块，为什么这个礼拜不对？应该是说这半年来，为什么每个礼拜都剩下500块，甚至有时候更少？啊，妈最近哦，股票有淡薄了，所以有看见过一阵啊就好啊。过一阵啊，都已经等多久？阿仙啊，阿仙，我来房间了。说多有之前的，对啊。可是我今晚上有事啊，我要陪我妈去演出。哎，燕子，你最近是怎样？为什么每次约你都没有办法？没有，就是最近要帮忙家里面的事情。
真的假的？什么？你才几岁啊？没有啊，因为我们已经大学了，再来就要踏入职场了，所以就提早帮我妈这样。可是你之前怎么不会这样子啊？你第一次都很奇怪。然后就看我妈有点辛苦，我帮她一下，对吧？好了好了。对啊，你们自己去就好了。好好，那我们自己去好了。哎、欸，我们今天晚上再来吃一下章鱼烧，哎、欸，超好吃的。哦，对对对，那地瓜球也很好吃，你们下次吃看。对啊，专拍。阿翔，你哪在家？你哪在坐车？运动破散了。运动想要怎破散？你一定把这些你洗干净。那不是阿爸，不是就是爱心，有一定有一定关心的吗？所以你打工按时，放假娘晚回来，就是为着要加这些物件，都分离完吗？嗯。哪里？你现在怎不会跟我讲？因为我怕你烦恼啊。你安尼，放假我家己足规律的。这里要开支，我向你老，我袂当当本事，感觉真正无好。你是我唯一的宝贝。你话无安尼好，你家己做会用。阮较早用完，较早回去出来，啊无外口天寒，恁伫遐啥扇风？嗯。
重来一次。一心中杯给他看，一心中杯给他看，一心中杯。不要笑你爸你就是丢他丢他小左帮我挡风顺着我帮你挡风哦我怎么看二一哈哈哈哈我就没有在画面里面哦我觉得太远了好，再一次，再一次。对耶！我不喜欢你的脚。为什么要整修啊？今天家不是好好的吗？啊，我们家里不够豪华，我们给他整的漂漂亮亮的。没面子，这混蛋都出现了。啊，对不起，不好意思。